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12页，412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所以者何？一切法不离自性故，彭师之说，道出世尊此答之本意。盖发起之心，必含生苦。因彻国海花果同时，但当精进，何缘不得？我们前面学的是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佛常说的，许多经论都能看到的，就是一切法不离自性。世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切法是指法界，变法界虚空界，这个里面含藏无量无边。他土众生，佛也是众缘和合而生。众生的本意很广，众缘和合而生成为众生。佛也是众缘和合，菩萨也是众缘和合，所以广义的众生呢，就全包了。哪一法不是中原和合呢？所以众生里面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有情是动物，无情是植物矿物。植物矿物不是真的无情，只是他们的情识我们一般不能够发现，谁知道呢？大经上常说八地以上，他们知道。因为自性本具，觉闻见知，这个见闻觉知，是得了，这是性。凡是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所现所生的，于是一切法通通具有见闻觉知是的。所以江本博士实验，谁会看会听懂的人的意思，谁是矿物？他没有眼耳鼻舌，但是他会看会听，比我们厉害。我们没有学过的文字看不懂，他全能懂。无论什么声音他都能听，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所以比我们还灵。谁如是啊？所有矿物没有一样不如是。一粒沙子，我们把沙子磨成粉，这很细了。它有没有见闻知？有。
啊，只是科学家还没实验出来，他真有。啊，我们相信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这弥勒菩萨说的，念念成形，形是色法，物质现象；形皆有时，时是心法，受想行识。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把五蕴搞清楚了。啊，五蕴这个名词，学了几十年，我们讲的五蕴都不用人身来做比喻。啊，我们的色身是色法，我们有感受，有思想。啊，念头前念灭了，后念生，这是行。啊，色是妄心的本体，啊，含藏一切法的种子，我们都这么说话，哪里晓得无蕴皆空，观世音菩萨所见的不是我们所说的，啊，那是极微色，佛经的名词，极微色，也叫做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现在科学家发现了，称它做微种子，啊，眼睛根本看不到，啊，有定功的人也看不到，阿罗汉的天眼也看不到，全教菩萨看不到。啊，佛说8地以上，啊，届时是别教8地，也是原教第8住的菩萨，啊，他能看见呐，这无蕴皆空啊，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自心掌握了一切法，一切法不离自心，自心就是一切法，它变现出来的。大乘教里的常识，一切法心心识变。啊，心是真心，真心能现能生，它不会变。迷了自性，从真心里头变出一个妄心出来，这个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它能变什么呢？能变自信所生所现的一切法。啊，把这一切法了变直了。自信所生所现的法，一切法是10宝庄严土。他把它变成10法界。把它变成6道3途，10遍的啊，一真法界里头没有10法界，没有6道3途啊，全是摄心作祟也啊，法相中教给我们修行的宗旨是转识成智啊，转识成智8个识，有从因上转的，有从果上转的，这个要知道啊。六七
因上转，八无果上转。啊，换一句话说，六起转了，第八地前五十跟着一起转了。啊，所以转世成智完全在第六十跟第七十。啊，第六的分别，第七的执着，也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就转了。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分别不执着就转了。啊，阿罗汉不执着了，他还分别，所以他还没能转得了。啊，菩萨确实是不分别不执着了，甚至于连分别执着的习气也没有了。他达到将物为物的边缘，就是转识成智的边缘。为什么？他跟无明没破，无识无明。这就是起心动念啊，还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它有波动的现象，它动的现象，它不是定的啊。无明是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它能把这个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就转过来。啊，转八识成四智，就出了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假的，假的不见了，就像一场梦，梦醒了。啊，那个梦醒的是什么？醒了之后看是一真法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图。啊，自他是一，不是二。所以念老在此地做个总结，叫彭师之书，彭吉清居士他所讲的，他真正说出释迦牟尼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是世间自在王佛答复法藏比丘的本意。啊，发起真心，真心难发。真心一发，彼岸圣果。圣果现不现前？不是马上就现前。佛知道，所以佛可以给你受记，说你什么时候成就，他知道。凡夫不知道。啊，为什么？念头才发，这是因，因一定有果。啊，所以佛晓得，说因彻果海，果彻因缘。啊，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个理很深，我们能体会得到。啊，花果同时，啊，用莲花表法，莲花非常明显。啊，实际上法法。介入，法法解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那为什么看不出来呢？我们有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以为有个时间空间，这就产生障碍了。时间有先后，空间有远近。殊不知，时间跟空间是假的，
我们没有突破。啊，时间跟空间在《白话明门论》里面属于不相应心法，时分、方分，时分就是时间，方分是空间。不是真的啊！不相应行法，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是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不是事实，抽象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打破，打破之后你就看到同时，化过同时，啊，阴车过海，火车姻缘，你全明白了。或者他们有时间，他们有空间。啊，我们受了时间跟空间的障碍，看出它不同时，先开花后结果。啊，在突破时空维次的时候，他看到是同时，所以法没有定向啊。看你在哪个角度上去看的不一样啊。啊，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全是幻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为什么？通通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这个波动在佛法叫无明，啊，无明是动的，真心不动，真心理念，那是不动的。妄心有念头，念头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种相续相啊，我们做个比喻，有念头就像我们看电影，电影荧幕里头的现象，那电影啊，真心真心看现场啊，现场不动，它这个动，它要不动，它就没有。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身，跟我们所接触外面境界，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叫现场。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靠眼睛看，眼睛是什么？是摄像机的镜头。啊，眼睛之观是眼根底下有个荧幕，相反就是眼识的相分，每一个识都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啊，那么这个相分被它摄进去之后，就落在眼识相分这个屏幕上，他自己不知道，他只管，所以他叫了别，他不分别。谁分别的？第六意识分别。第六识的见分，见眼识的相分，是这么样传递的。那是他是从屏幕上见的，他没见到现场。那现场是永远见不到的，破了第八识才见到现场。只有我们这个见不是真的，啊，是从屏幕上见到的。那么第七莫那识的执着怎么发生的？莫那的见分，见。第六意识的相分，你看这传递就像电脑传递一样，啊，速度非常快，我们人造的这个电脑比不上它。啊，第七识产生执着，执着，啊，把这个第六意识的相分传到自己，传到第七识的相分。他执着他的相分啊，那么第六意识分别这个外面境界的时候，他没有分，
不是现场，他分别他自己第六意识相分，见分见到的相分，这是佛法的心理学，比大学里的教的高明多了，非常有趣味啊！啊，那么阿赖也是，含藏种子，啊，也是把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啊，藏在阿赖耶的相分里头。阿赖耶圆他自己的相分，含藏十种，十不是现象，啊，他没有物质现象。它只有精神的现象，啊，是自性里面见闻觉知所得，迷了以后产生波动现象，从波动现象里头产生出阿赖耶，啊，八识五识一心所，这佛说出真相。这个真相没有人说过啊！现在科学家也不知道啊。科学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什么方法搞明白？禅定。佛法用内功。不需要外面的帮助，啊，科学要用仪器帮助，要用数学帮助，佛法不需要，完全用内功，所以佛法叫内修，经典叫内典，你没有内功，不能证得了，要想证得完全是内功，内功就是定。啊，戒律帮助你得定。啊，戒律叫你放下所有一切障缘，恢复你的清净心。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恢复你的平等心。啊，恢复清净心是二者，声闻缘觉；恢复平等心，这是菩萨。啊，然后才能开悟，开悟就是觉。所以佛称为觉者。啊，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圆满了。佛知佛见，自然得到了，不要学的。为什么不要学？因为一切法是自性变的，你掌握到能变所变的，哪有不知道？啊，我们佛门里面祖师有不认识字的，没念过书的，像慧能一样大彻大悟，藏传里头有，伊斯兰教也有，啊，基督教好像也有，啊，不仅是我们佛门有，啊，只要把心定下来，就能知道很多东西。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啊，都是同一个道理，啊，佛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是一切因果不离自性的，无有一法居于心外，心外无法，法外无心，
最重要的是自心，所以心清净，一切法都清净，心染污了，一切法都染污。啊，今天我们讲环保，大家知道环境染污太严重了，啊，这环保能有效吗？有一点小效果，效果不大。为什么效果不大？那个净是从心变的。真正讲环保，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外面自然就清净。啊，极乐世界一尘不染。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为什么他们世界那么好，那么干净？你去找灰尘找不到，人心清净，没有别的。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脏，这么乱？我们的心乱了。我们的心染污了，心肮脏了，就这么回事。啊，真正明白了，如果这个事情大家都认真的学习，放下我们的染污，放下我们的分别执着，这个世界不亚于极乐世界。师尊教学很辛苦，苦口婆心，相信的人，沉静的人，有福了，他得到了。啊，业障深重的人，他不相信，他听不懂。他依然如故，他在那里制造脏乱。我们没有定功就会受影响，有定功人不受影响。他住秽土，佛住净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当然有这个能力，一切法了，随着自己心在变现。佛心最极清净，具足无量功德。啊，让我们想起佛到外面徒步，人家给他是剩饭。啊，菜都变了味道了，在我们看着很能吃吗？佛慈悲，你看吃得很欢喜。我们不要的，这个东西到了佛的口里，它就变了，变成无上的妙味呀。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吃了会生病啊。佛吃的是丰富的营养。啊，他是境随他的心转呢、啊。我们现在是心被境界转苦了，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佛陀婆，啊，遇到贫穷的人，叫花子，在外面讨了点饭，剩饭馊饭，啊，看到佛了，自己惭愧，过去生中没有修福，变成这个样子。现在佛来了，想在佛这种一点福，把他讨来的一点东西供养佛，很不难得了。啊，佛接受了，给他祝愿，就是我们知道，
啊，应该这种能力，阿罗汉就有。啊，那么我们看到近代的抗战时期的江苏镇江，啊，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人家称他金山活佛。祖云法师给他写传记，乐观法师给他写。乐观法师写的可靠。啊，乐观法师告诉我，他曾经跟他在一起住了4个月。他真有神通，不是假的。啊，我们心里动个念头，他都晓得。啊，所以他是亲眼看见的，朱云没看见，没见过面。朱云到处打听，笔记记下来，记他的故事。所以两个人都写了《金山活佛传》这个传奇是这一类东西。啊，这个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啊，那这两个人跟我都很熟。啊，里面记载的不是传说的，不是编造的，是真的。啊，乐观法师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信徒们，哎呀，看到了活佛在，大家都争着供养。啊，活佛吃完说：“那又来了一碗。”啊，这个人那个又来一碗，他一下吃了10几碗。乐观在旁边着急，告诉这些人：“你们可别害他了，吃10几碗了，这行吗？”他跟乐观法师说：“悄悄乐观法师说，告诉他，不增不减。”啊，有本事一餐吃几十碗饭，也有本事一个星期不吃饭。我们推测，至少3国以上，这三国至少三国，三国是阿那含的，才有这种神通啊！啊，这信徒。在家聊，哎呀，活佛好几天没看见了，你才话还没说完，他来了，啊，就给他见面，我来了，啊，我们相信他有分身，啊，他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现。近代的事情不远了，一生不洗澡，一生就是一件衣服，里面一套小褂裤，外头一件长褂。春夏秋冬都这样，冬天它不冷，夏天它不热。啊，一天到晚到处游荡，啊，真的帮助人解决问题。啊，疑难杂症，他通通能治。啊，这个通通是从戒定慧成就的。啊，神通都从定功来的，所以晓得。无有一法居于心外，心是主宰，不管别人，管自己。啊，管别人生烦恼，管自己开智慧。所以，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没有一样
不成就的。啊，今天真正发大心，救众生苦，来救传统文化，来救大乘佛教，这个人必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这真的不是假的。下面这一段戒归自性，也就是根据这个幕后这一句啊，无有一法居于心外，所以你怎么求得呢？你要从自性。如此思维，修佛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下文，佛说了三个字，三个字字。第一句，如此思维。啊，第二句，底下一段，如自当知。第三段，如因自学。啊，我们这里分成三小口。啊，说了三个字，世尊不直接作答，但直指三个字字，说是老婆心切。深意存也。这个里头的含义就是前头所说的，中国人常说心想事成，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用心去变，别人帮不上忙，别人能帮上忙，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加持我们不就成就了吗？何必这么麻烦呢？这里我们就才真正醒过来呀、啊！你一生的机遇是你的念头变现的，你能怪别人吗？真正搞明白、搞清楚，才晓得自己对自己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与谁都不相干。真正叫自作自受，这是真理呀、啊！佛教给我们负面东西放下，正面东西端起来，就是还是要自己干才行啊。那不是佛把我们负面东西拿去了，正面的送来了，不是的。啊，确确实实要靠自己。啊，这才合理。这佛不是宗教啊，佛不是神，神可以赐福啊。神可以好像主宰赏罚了啊，要求神呢，佛不是神，佛不能赐福给你，佛也不能消你的灾啊，消灾得福完全你自己，佛教你啊，其实神赐福你有功德的赐你啊，你造作罪他怎么能赐福给你啊，就跟世间的官府一样啊，你做了好事，官府奖励你，表扬你。啊，你做了坏事的时候，用刑法处置你。啊，还是你自己做，自己受，他执行而已。啊，这个道理要晓得。那么，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加持，实在讲
就是修学的环境。他造了一个极乐世界，修学环境，你肯去，那你就得圆满的设施。啊，你意想不到的这么好的修学环境。啊，但是你要肯去，你不肯去，他加持不上。你在他那个环境里头，他能帮你上忙，他可以加持你。你离开他的环境就不行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细细去观察、去思维，这三个字太有道理了。这是佛法的奥秘。啊，所以你自己先去想去。啊，慢慢去想，智慧就显现了。啊，这是自修。第二段自知。如所修行，如此当知。啊，日本郡地法师在会议书上解释如此当知。如自当知者，列入法华三智说，其意深广，不可容易说出啊！啊，底下念老说这个解释解释的好，啊，《法华经》里说直直不虚说，正是啊。精进之意啊，这个经上这两句话佛的意思跟法华经上说的直至不虚说啊味道相同。六祖曰密在入边啊，这是坛经上记载的慧民他们那些帮人到处去追赶找五祖啊，找这个六祖把衣钵夺回来。啊，慧明没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被他追到了。别人没追到他追到了。啊，他是来夺衣钵的嘛。所以六祖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自己躲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换鞋，去提拉不动。他心里马上就明白了，啊，立刻就忏悔。啊，大声叫道：“行者，行者，臣慧能大师，我是为法来的，我不是为衣钵来的。”啊，那个念头一转。啊，慧能大师从草地钻出来，啊，为法来的，啊，坐在石头上，慧明跪在地下请法，啊，能大师就告诉他，叫他不思善，不思恶。善恶两边的念头统统放下，如何是明上祖本来面目？这一问呢，他回光返照，他开悟了。啊，所以六祖麾下四十三个明心见性的，慧明是头一个，第一个得度。啊，然后他就问，问六祖，还有没有秘密的？六祖说：“密在入边。”这句话是从这来的。啊，古禅德曰：“如智慧取好啊，我不如。”
那么业此经呢三个字的字字的密深意，这在宗门里说这是禅机会的人听得懂，不会的人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下面自是清净佛国如因自是，日本郡地史接着说：“慈罕三义。”第一个为法藏菩萨续职身后过去生中他修学的累积的功德深厚，高才勇哲，与世超逸，这是他这一生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古德说法藏比丘示现那个是实在来人，有人说他九缘界已经成佛了，在极乐世界是实现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梵王经上佛说他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第8000次，这一次第8000次九缘界成佛阿弥陀佛也是九缘界成佛因为从这个经上来讲的时候也不过是15界的事情而已15界不长他5界修行的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10界，这时间很短都是九缘界成佛，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界成佛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成佛一样的世尊在地球上成佛时间短法藏示现在极乐世界成佛时间长时间长短是众生福报不一样，众生有福佛菩萨住持时间长，众生没有福住持时间就短，还是要靠自己修福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负面的念头决定要把它消除张家大师常说的放下不能有恶念不能有，善念可以有，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执着就变成业，业就有报那善三善道的果报，恶是三恶道的果报，三善道跟三恶道功能是一样的，为什么？自性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所以善恶都是业，都是障碍，通通要放下，你才能出六道恶的我放下了，三恶道放下了，三善道没放下。这个意思就深了三善道也要放下，
你才能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又余土，那你就晓得还在放下方便又余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世尊的秽土，那业障深重的人生在这个地方，见思烦恼断掉的人生四圣法界。叫设法界，设法界不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六道是梦中之梦，这个梦醒了还在梦中，所以必须把四圣法界放下，这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离开设法界，就设法界醒过来了，设法界不见了。那不见什么境界出现了？十宝图出现了。住十宝图的叫法身大士，通通是明心见性啊，超越设法界了。超越设法界就转八识成四智啊，因为设法界是八识变现，八识转成四智了，设法界没有了啊，那么是见到的是四圣智的法界，四智啊，这就是十宝庄严。全靠自己啊。那么净宗是个他力法门，是个特别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全靠自己啊，只有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非常特殊理太深，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事太微妙了，无法想象啊，不通没关系，只要你真信真照做，你就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你真能够快速成佛啊，决定没有妄语。我们只要具足这个条件就成功了啊，那些下下根人他只能往生，实在讲他具备三个最好的条件，叫老实听话真干。你要问这些人有什么专长，他专长就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我们做不到，他能做到啊，所以只有这个条件决定的是决定成就。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净佛国土之事久已懂大了，虽佛智无所加之啊，亲近佛国这桩事情你自己应该知道 啊那我们常常念念心经则佛土经啊，佛在提醒他了啊，在我们这个世间现在的混乱，汤恩比说大乘佛法愧疚啊，大乘佛法讲什么？跟中国传统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礼记学记里头说的，
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了，啊，今天社会混乱，乱得太离谱了，许许多多致死人人都在想啊，用什么方法恢复安定和平。化解冲突、纠纷，我遇到的人很多，专家学者、国家领导人，啊，我们把佛法这个道理说给他听。心静则国土静。如何能叫到心静？方法就是教育。啊，我在马来西亚受了10个教学微信，特别强调教学的重要。啊，幕后的两句。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释迦牟尼佛之所以伟大，一生教学，他把人教好啊！啊，现在如果有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他不难。啊，现在有电视啊，有网络啊，信息非常发达了。真正找几个好的老师，把世俗世间法的理讲清楚，事讲明白，大家都觉悟了，回头不难了。只要有一半的人回头了。天下就太平了，剩下那些人呢？3、5年肯定都感化了。太平盛世啊，在这个地球上就出现了。人心变了，灾难就没有了。这灾难从哪来的？不善念头感应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贪心感的是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啊，水灾像海水上升，山河这个江河泛滥，啊，海啸这个都是属于水灾。现在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啊，火灾、火山爆发啊，地球的温度上升，南北极冰融化，这麻烦事情啊！哪里来的？我们的贪嗔变现出来啊，愚痴风灾。傲慢地震，怀疑麻烦更大了啊！怀疑是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是怀疑。怀疑对自己身体来说呢，免疫系统全完了，全瓦解了啊！人有坚定的信心，那你就是有坚定的最强的免疫能力。你不会受疾病的感染，贪嗔痴慢疑啊，赶来这么多灾难呢、啊。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断掉，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灾难就没有了。啊，
佛这个说法，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了，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是佛经上讲的，以念头来控制环境，所以环境是自己造成的。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领头，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为什么？他一个妄念都没有。一个杂念都没有，啊！阿弥陀佛会教啊，大家会学，所以成佛很容易，不难。啊，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的人，他居住的地方是第一大福报的国土。我们中国谚语说：“富人居福地也，福地富人居。”佛从哪里来？教出来的啊，自性本具，但是迷了，现在必须要有人教，有觉悟的人教他，哦，他回头了啊，回头佛会还是自己自性有的行，教的人不鞠躬啊，不是说哎，我教你，你才开智慧，不是的，开始你自信你本有的智慧，不是我把智慧给你的，不是，是你自己心清净的，自信智慧就往外透了，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佛菩萨只是把他如何从迷到悟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依照这个方法炮制，我们也能够破迷开悟，啊，如此而已。啊，就佛看我们是平等，但是我们对佛要尊敬。啊，这叫有德。啊，佛对我们有恩，我们不忘恩。啊，我们要报恩。啊，真的没有他，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啊，我要是没有遇到方老师，没有遇到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我可以说，我过不了45岁。啊，三个老师给我的恩德了。我年轻确实犯了很傲慢的这个习气，啊，目中无人，啊，年轻就有外辩才，啊，跟我辩论能够把我辩倒的人，我还没有遇到过，啊，没有理，我编出一套道理出来。啊，似是而非，你还没办法辨别我。啊，那个时候学哲学，遇到方东美先生，啊，方先生答应教我。出乎我意料之外，本来我只是求着，求他写封信给他，求他啊，准许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是这么要求的啊，跟他不认识，素昧生平，只听说他是桐城人，潘老乡，我的家乡。我出生的地方离他的家大概就20多公里，很近啊，但是不认识啊，在台湾遇到了，啊，这是老乡长啊，他的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
我那年26岁，他大概将近50岁。啊，这个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回我一封信，让我星期天到他家里去见面。啊，我星期天就去了。啊，问我一些状况，等于就是面试了。啊，问我的学历，我说我只念到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到台湾来了。抗战期间，试学3年，啊，3年逃难了，苦不堪言。东南10个省走遍了，完全是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真的是翻山越岭啊！啊，体格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啊，每天走路至少最少60里，多的要走100多里，啊，早晨天没有亮起来，上路，啊，晚上8、9点钟做到，啊，身上还要背个包袱，行李要自己背，跟要饭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虽然年纪很轻，我们的经验很丰富，受过许许多多苦难，受过折磨，啊，知道人生苦。啊，看到战争的残酷，家破人亡。特别是携带家眷，啊，所以我一生没有结婚的念头，就是抗战期间看到妻离子散那种凄惨的状况，我的印象太深了。啊，一个人无论到那受苦无所谓，带着家眷还叫他一起吃苦，于心何忍？啊，没这个念头啊！得一个人自在呀！啊，方老师看到我的信，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看。他跟我说：“他说你写这东西，他问我，询问有没有欺骗我，没欺骗，跟老师句句是实话。”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学校学生写不出来啊。”所以他怀疑。哦，是这个，虽然是失学了，我喜欢读书啊。逃难当中，我背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啊，喜欢读书。他告诉我。60多年前的事情，对，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听学校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这一句话就是完全拒绝了。啊，当时我听了很难受，啊，当然很沮丧。老师一定看得很清楚。啊，过了5、6分钟，他告诉我：“他这样好了，
你每个星期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电课，这是做梦都想不到。我跟他学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跟张家大师3年，也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不容易啊！凭什么？我们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就凭一个诚敬真诚恭敬。信心，就是这，其他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想学哲学，爱好哲学，对哲学是什么不知道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认识佛教。原来以为佛教是迷信，碰都不碰它的。而且误会了，佛教是多神教，是低级宗教。这是外头形式上让我看到的，我们自然产生这种感觉。结果老师最后单元的时候，最后是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啊。他跟我讲原话，释迦牟尼，他们有讲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没听人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吗？我就留意了。因为在家里上课嘛，在小客厅嘛，有时候走走看看老师的书房。桌上有没有佛经？有了是真的，没有就不见得是真的。真的，从来没有看到他桌子上没有佛经的。我知道他真学。所以我就请教，你老人家佛学从哪里学来的？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有一段时期生病，朋友介绍他到峨眉山去养病。那时学校在成都，离这个峨眉很近，到峨眉山养病，这峨眉山确实是非常好，非常幽静，但是在那个庙里头，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什么都东西都看不到，就是佛经。拿佛经来消遣，没有想到就看进去了，这他有智慧。他的底蕴很厚，他是我们中国明清两代桐城派的嫡系，方苞的后代。方苞的第16世，所以家学底子很厚，佛经他看得懂，越看越欢喜，才觉得这门东西高妙，一生没有离开佛学，晚年在学校开的课全是佛经。在台湾大学开的大乘佛学，都是大单元，教1个学期、2个学期。
两个学就是一年，魏晋佛学、隋唐佛学，他开成功。台大退休之后，辅仁大学请他在博士班开华严哲学。在当时，这样大单元专讲佛学的这个课程，学校怎么会让他开？我出家之后，在文化学院，那个时候不是大学，教了5年，讲佛经哲学。一个星期上山一次，4堂课，上午2堂，下午2堂。这个算是2个学分吧。一个星期上山一次。5年，方老师的话应验了。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少讲这样大单元，而且作为主修的课程，这学校不许可的。我们这所教是选修的。到以后才晓得，他是老总统的老师，我跟他20多年，不知道，从来没提过。他老人家往生了，秦孝仪将他一生的经过做了一个简报，我们才知道。老总统蒋介石，蒋经国都是他学生。我们如果要知道这个关系，不敢碰他了。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晓得一桩事情，老总统对他非常尊重。我那个时候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服务，总理纪念周，总统亲自主持，那个台上有一个座位是方老先生的，我们感觉很奇怪，主席台上有个座位是给他预备的。所以知道他很尊重，但是不知道关系。所以从这里进门，从哲学进门，不是从一般这个信徒，不是的。我接触佛法大概1-2个月的时间。张家大师的语言就成熟了。我是在宿舍，我宿舍在北头。晚上、早晚有时间时候，我读经。邻居有个小女孩，8岁，小女孩常常到我们宿舍来玩，小朋友来玩，看到我读佛经，回去了把她爸爸找了。他爸爸来看我，我说佛经我是刚刚接触不久。他说你需不需要有人指导你？我说那有人指导最好了。我说谁呀？张家大师。我也不知道张家大师是好人。告诉我真正是个修行人，有学问。我说好，他带我去见。这一见面就接上缘了。也是像方老师一样，每个星期
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他不忙的时候两个小时。如果有应酬的话，有事情的话，再一个小时。一个星期见一次，我跟他三年，我的佛学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啊，到台中跟李老师是学讲经。啊，所以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没有张家大师三年的基础，我到台中学习跟一般人一样。啊，徐行明到台中是我介绍过去的。啊，这是过去一段不可思议的缘分啊，我们相信缘分是前生结的啊。如果没有这个缘分，我绝对不会走到宗教这个门路来，不可能啊。以后越研究觉得真好啊，真能解决问题，不但解决生死问题，能解决社会问题。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合成一体，不能分了。讲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儒释道啊，少一个都不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不认真学习，怕到底下一代来不及了，想挽救机会没有了。啊，最重要的是学文言文。是修戒定慧，啊，是要把根扎好，啊，根在中国是讲究胎教。母亲怀孕，就开始端正心念，没有邪思，小孩禀受母亲的正气，叫胎教。啊，文王的母亲怀孕十个月，典籍里的记载，目不识卧色，啊，邪恶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舌生于意。因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胎儿，啊，他生下的儿子周文王啊，大圣人呐，啊，文王的妃子太姒，文王母亲太任，祖母太姜，啊，三代名字都有太。所以妇女称太太就从这儿来的，哎，太太是圣人之母啊，生出来、养出来的、教出来的圣人，这个称呼非常尊贵啊。啊，周家出了三个圣人，文王、武王、周公。大圣人，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仰慕的周公，啊，距离他比较近。啊，出生之后，小孩就会看、会听，
他已经在开始学习了。啊，所以《弟子规》是同盟养正，必须修学的，不是教他念的，是父母落实《弟子规》，做给他看。哎，他这样学会的。啊，这一千天呢，从出生到他三岁，这一千天，啊，父母要尽责任，在他面前表演的纯正。啊，不是纯正的，不能给他看，不能给他听，不能让他接触到。所以，他这一千天所接触到的，纯净纯善。啊，所以古人说，啊，古谚语“三岁看八十”，就是说的这桩事情。啊，三岁之前奠定的这个根基，八十岁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他懂得孝，懂得忠，啊，再大的威胁利诱，他不会辩解。啊，根深蒂固啊，所以他的智慧学问能成就。啊，母亲教的。那现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没人教，啊，做母亲人不知道，啊，谁教他呢？现在是电视教他。你看，小孩出生，眼睛就看电视，电视里头五花八门的全学会了，所以现在做母亲很苦啊，小孩不听话了。啊，学校的老师我也遇到很多，学生不听话，很不好教，原因是扎根的那个年龄锁掉了。啊，三岁以后教迟了，来不及了，他都学坏了，不容易改掉。啊，中国古人讲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小时候教的就像天性一样，不容易改变。啊，中国人懂得胎教，懂得扎根教育，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只有中国人懂。所以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前面三个没有了，中国还存在，靠什么？就靠这个。啊，这是欧洲二次大战之前，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这个科目，为什么中国还存在？结论大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结论一点都不错，非常正确。但是现在中国人把传统教育丢掉了，苦头来了。啊，家里儿女不懂得孝道，在学校学生不懂得师道，不知道尊师重道。啊，那学圣贤书就没指望了。中国这些古东西要学习，完全靠恭敬。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没有诚信心，圣贤来教你，你都得不到。诚信心从哪里来？这是真正的麻烦了。我能够遇到这三个老师，
特别要教导我。我搞什么？没有学历，没有经历，什么都没有，就沉浸两个字。我跟很多同学分享，我的沉浸性要跟古人比呢，这三个老师不要我，我说不及格。我说我的沉浸性顶多30分。为什么老师还要我呢？我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年轻人尊敬性大概只有3分。我的30分比他多10倍。我要跟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可以达60-70分，我就不及格，就被淘汰掉了。讲真话了，一点都不假了。那我这点沉浸性，是因为我们生长在乡下，在农村。父母好教，10岁才搬到城里，搬到城里难了。城里什么？趋向现代化了，复杂了。乡下单纯。我们玩耍小朋友都是在大自然。没有任何玩具。我们到河边，到树下，就爬树。登山，去玩这些。所以过的是大自然的生活。那么我那个时代还看到大家庭，没有分家，一家人，2-300人一家人。所以虽然年岁很小，6-7岁很记事了。从前那个模样有印象。私塾大概我也是到了个临界的边缘。我念了半年，私塾就改成短期学校。现在没有了。短期学校2年。念的书就是小狗叫小猫跳了，就讲这个了，把中国从前古都就不念了。完全变了。那民国10几年的时候，我是16年出生的，在民国20年的时候，还有，到抗战之后呢，大家都逃难逃亡，远的逃到外国去了，近的尽量往内陆去。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苦不堪言。抗战胜利回家去，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大家庭没有了。社会整个改变。那么传统东西没人说了，我们小时候还有人说，有人教。农村人非常朴实，邻近的村子大概都认识，都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小孩在外面玩，有的时候很顽皮，犯过失，路上走路的人看到了，把叫过来，狠狠教训一顿。我们家父母要是知道了，非常的感谢，谢谢人家。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不接受我，你凭什么叫我？
不接受了。在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社会人情多厚。要想恢复到从前那个样子，我估计要2-3百年之后，我们世世代代真干能恢复，那是太平盛世啊！离不开教育。今天整个世界问题，就是教育出了问题。只要把教育办好，教育是要古圣先贤的教育，要恢复头一桩事情，恢复对古人的信心，相信古人。现在人瞧不起古人，古人没有科学。这是这个恢复传统最大的一个障碍，这信心。从哪里培起？要从孝养父母，孝是根。懂得孝养父母，才知道尊敬师长，尊师重道。孝不能够找回来，像是根，根之根，这个东西不能找回来，就没有办法。那么传统文化也只是说说而已，办这些短期的学习，办这个论坛。这个宣扬可以，学习不行，不够，可是这个东西有效，做比不做好，把人心唤醒，唤醒之后要好好的教，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要认真学习。人才培养大难事啊！你说办个学校来培养，我感觉到太难了。我跟李老师10年，我看到一点传统的方法，然后回想。世世代代，无论是儒释道，任何一家培养人才，几乎都是相同的。儒释道三家，这些学者都讲学。佛教有寺院。道家有观，有道观；儒家有书院，佛法里面讲经教学不中断。人才从哪里培养？从听众当中选拔。听众当中有真正发大心。热爱佛法，发愿来乘船。他有这个记忆的能力，有理解的能力就够了。听能记得，能理解，真听懂了，真能够落实，这最好的学生。也不过是一生呢，一个老师遇到几个啊？不可能多，3-5个的就很多了，
通常一两个。啊，怎么培训呢？就附小组。附小组在中国佛教流传了2000年，从附小组出身。过去，无论在家出家讲经的这些法师，通通是小作出身。真管用，真有效。啊，以前没听说佛学院，哎，这么出来的，而且真有非常可观的成就。啊，这就一个老师传一个。啊，我们都是李老师那里讲小作出身的。啊，回头看看，从民国开始，太虚大师提倡办佛学院。佛学院出来的时候，的确人不多，而且佛学院出来是佛学。经讲得很好，未必能落实。啊，但是小作出身的时候，受老师人格的影响不一样。啊，他不但会讲，他真能做到。啊，把经教变成自己生活，用在自己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何学何用？得到真实利益。啊，佛学院很难看到。啊，可是方老师又告诉我，跟我讲过好多遍，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丛林制度就是正规的学校，大学。唐朝时候，百丈、马祖，他们两个人提倡出来的。马祖建丛林，百丈李清贵。马祖是校长，百丈是教务长。啊，都看缘分呐！我年岁太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到这个晚年，87岁，随时可以往生。啊，所以有一天时间，我们就讲这一部经。啊，好在现在可以把光碟录音流传给有缘人。啊，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古人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真理。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能够掌握这个，自己一个人修学能成就，啊，不要改变，也门一定得三昧，开智慧，啊，寄送，那是附带。啊，这部经念得很熟，能背了，这是附带的。主要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妄想杂念打掉，这就是修定。修定的方法很多。
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通通修禅定。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他都得定啊，都开会啊，他怎么不平等呢？佛的用心，祖师大的用心，我们要能体会到。根本比什么都重要。现在讲戒律，大家没跟了。从前出家在家修戒律，轻而易举。为什么？你不是不学这个，他本身差不多就做到了。很容易你像小孩从怀孕就父母就教起初这个三年，这一千天，母亲看得很紧一步都不离开眼睛一切不善的、邪恶的，你不能接触，接触的纯净纯善。这是戒律基础啊，《弟子规》父母做到了你看父母对他的父母孝顺对他的兄弟有爱，通通看到了，他就在这里学到的那么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教《弟子规》，教他念念认识字。他念的，他全做到了，这条做到了，那一条也做到了，他好欢喜那是叫他认字在文字学上扎根，中国的文字全是古文全是文言文。从小就学习你看看文言文，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课本小学生所念的，小学生所写的作文我是在讲习的时候偶尔提一提，有很多热心的同学到处去收集，寄来给我，我现在收集大概有50-60本我要找时间来挑选，选出来把它翻印出来，提供大家做参考，让大家有信心。你看看民国初年小学生，三年级、四年级叫初级，五年级、六年级是高级，一二年级没有作文，叫造句。学造句，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你看看那作文写的有模有样让人看到生欢喜八九岁的孩子写的，高年级的五六年级的也不过就10岁11岁这样年龄到12岁，10岁到12岁小学五六年级，现在大学文学院都写不出来，值得提倡。文言文比白话文有味道。文言文里的很多含蓄，意在言外。你慢慢去体会。中国东西太可爱了，讲给外国人听，外国人喜欢，恨不得他也能得到，但是靠翻译，
翻译我就说了，味道不一样了，好像吃东西，我吃了，吐出来，来喂你。不是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学文言文，一点都不难。我看了许许多多年轻学生，都是用3年时间就学成。3年不算太长啊。中国人要学，顶多2年。外国人学要3年。我们发心直追老祖宗东西，我们要来享受。不能让他束诸高阁。只是看到自己得不到受用，你说多可惜。这个下面，尽佛国土之事，久积动荡，心静在佛土间，虽佛智无所加也。佛所知道的跟你所知道的差不多，故如汝所知，汝自当行之也。这就是说，三业身口意摄化众生，为众生做榜样。贤首过思还原观里面第四段给我们讲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那都是对法身菩萨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在哪里呢？妙在不着相，可以跟你和光同尘，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了，这个不能不知道。世尊为我们表演的八相成道，住持80年，他的一生有没有起心动念过？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退转了。起心动念都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所以要晓得，他一切的实现，49年讲经说法，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说：“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你才能契入他的境界。我们如果听听音读都着了相了，就坏了。马明菩萨教给我。听经怎么听啊？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行缘相。这样听，就用真心听，不用阿赖耶。读呢，要立文字相，立名字相，不执着文字，不执着名字，名词术语。心缘相，这三个都不是，这才叫会听呐，会看呐，完全用真心呐，真心对真心，
彻底明白了。我们今天妄心对真心，多的时候疑问很多。啊，佛是教我们用真心，儒家的典籍，他们是从阿赖耶出来的，我们用真心去读它，就把它转世成知了，把儒家的一些经典全部都讲成佛经，跟佛的境界一样高，这就是唐文宗所说的佛教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它提升。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是决定不能分的，分就错了，合就完整了，就圆满了。啊，中国在古代这些帝王很聪明啊，我是在蒙古大藏经里面看到的。那至少元明清三代，他们用儒治国，用佛教民，所以佛教的学校就是寺院，到处都有，城市乡村到处都有，这是佛教的学校。寺院庵堂都讲经都教学，用道祭祖先祭天地啊，用道教，儒释道全用上啊。而且这些帝王对儒释道都非常恭敬，说得好，啊，到极高明的时候，儒释道融成一体。啊，我们在少林寺看到一张碑，建了一个碑，我们这里有拓本，《三教九流混元图》，这个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你看，这是1300年前唐肃宗的时代。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那个时候立的碑、刻的碑就有这个思想啊，三教九流是一家啊，现在我们讲全世界宗教团结一家人，世界才会有和平，冲突才会消除啊，不再搞对立了，我们是一家人。啊，日本中村康隆和尚啊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32应，应以基督身而得度者，即现基督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应以阿洪身得度者，即现阿洪身而为说法。讲得妙啊！这个老人给我谈话，我跟他见面101岁，啊，非常有味道，啊，等于说他给我做证明，他知道我搞的宗团结宗教，给我做证明，啊，所以我就想了，怎么化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头上32个变相图，就32应，应该化各种不同宗教。各种不同族群，让人一看，哦哟，原来是一家，都是观音菩萨，不宗教不就团结了？
我这十几年做这桩事情，还没有遇到一个宗教反对的，没有，通通欢喜。真能团结，团结，地球上人有福了。大家都展开教学，以正法教学，每一个宗教教义都好，都是叫人为善的，没有叫人作恶的。好，今天时间到了。